看着您旅行，在城市中漫游，细细品味着都市的一点一滴。我们在一旁静静地守护着您。我们知道家的温暖是您所期待的。深夜里为您留一盏灯。回到家的舒适感是您最想要的。为您准备好干净舒服的床，我们知道这是您最喜欢的感觉，拥抱着安稳入睡。而我们能给您的不止这些，打开窗，大自然的拥抱是旅行的您最喜欢的一切。漫步在樱花林下，清凉的春风吹给您幸福的滋味。走过寻幽秘境，丝绸般的瀑布正倾诉着山林里的秘密，璀璨绽放的波斯菊也等着您亲临其境。满山的忘忧花海，金黄色的灿烂笑容，能让您放下一切的烦恼忧愁。夜晚在最接近星空之处，我们为您点上满天星斗，编织星梦。曙光升起，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，给您最清澈的视野。在峡谷的流水声中，伴着轻快的脚步，与您分享自然的和弦共鸣。蔚蓝的海岸线，雪白的浪花，为您拍打着美妙的旋律。我们在海的另一边守候着您。静谧的山林呼吸着清新放松的气息，在这里你能优雅地装点自己，因为您知道只有我们能给您自在轻松的感觉。我在这里为您准备好丰盛的餐点，增添您旅游的美好滋味。我们知道您在意的是用餐时刻全家欢乐的气氛，而我们也总是能给您惊喜，选用在地的食材，呈现丰富的料理。主厨用心地为您准备精致的料理，细腻的心也化为舒展您身体的温柔双手。看着您享受的片刻，我们才能放心。在一旁温暖的泉水也能舒缓您平时紧张的身心，这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心灵洗涤。在露天的空气中享受这美人汤泉，人美了，心也变得更美了。跟着优美的音符，动人的旋律，让人也不禁在花海中翩然起舞。这些都是我们能给您最美丽的一切。这趟旅程陪伴着您，照顾着您，因为这些都是我所爱的。能给您舒适的房间，温暖的被窝，在一夜好眠后恣意的享受美食，沉浸温泉。能给您最贴心的服务，一切都因为您值得。我们知道这趟旅程的收获对您而言是无价的，在这里您拥有的美好回忆将圆满成下次旅行的开始。在我们服务的背后蕴含着对您的用心，多种房型的选择让旅行的您有更舒适的休息，融合自然美景与便捷的地理位置，副业拥有的优点更呈现在我们体贴的服务、专业的料理餐点和多样化的休闲活动。我们在台东之本、花莲市区和台中武林三个地点已深耕经营服务多年，
展望未来。富野在台东市区亦提供兼具商务与休闲的旅店，以及在嘉义地区的度假酒店皆已开幕，为您准备好自在旅行的住处。迎接旅游服务业的成长，我们在高雄凯旋夜市旁的饭店亦即将完工，未来南部商务和旅行的您提供了最便捷的舒适旅宿。富野以最细腻的规划提供最优质的享受，在台湾各地持续耕耘。有您的支持，富野能继续以关爱顾客如家人的心，在旅游服务业奠定最佳的典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亲切的服务、完善的设备和优美的风景，更因为我们秉持着真实自然、人本关怀的精神，让每位来到富野的家人朋友都能体会到我们的用心。这就是我们您最好的饭店选择。我们是富野集团。